藏刀呢？妈妈以后给爷钻很多的刀呢。你妈妈呢？跟着张金生，抬给他爸了。你还是跟着你爸好。妈妈是个没有本事的人，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的，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。Why did you come to Australia? My dad wanted to come.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早是要分开的。